如果你有便秘、肠阻塞、肠粘连，我们用这个简单的腹膜法可以解除这些痛苦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手搓热，搓到手非常温暖的时候，以肚脐为中心，然后有小圈，用一点点力量把它按摩到大圈，然后这样子持续3到5分钟，我们按摩到很重要的穴位，胃经的这个中脘穴、胃的募穴，还有大肠的募穴叫做天枢穴，还有小肠的很重要的气海关元穴。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腹膜法的时候，刚好按摩到胃、大肠跟小肠，然后顺着这个升结肠、横结肠、降结肠的方向，也就是顺时针的方向，那就可以把一些粪食啊、便秘啊、还有胀气的全部往身体外面排出。